春天的风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夏天的风，感觉真的天气暖和起来了。这个点还有太阳，现在几点？五点多还好了，六点多吧。嗯，走吧。这个是什么玩的？哎哎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动森，我们制服蝴蝶。那长了点。这是什么不倒翁吧？啊，我想把它放回去，回不去。把它摆正，对。我们去抓蝴蝶。你可以去摇树了。对啊，那是只真的猫假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接近它，慢慢接近它，在危险的边缘试探。啊！在叫，在叫，在叫！这应该是有人养的吧？不然不会这么亲人。打呼噜了吗？好。他想跑，你看嘛。你也跟他讲。哎，那边是什么？那是别人的跳池了。我进去了，有点冷，走吧。哎呦，好看吗？这个皇冠，我们的珍珠皇冠。哦，好看吗？就是容易，你现在端着你的头不要动，好吗？不动了，对。不能低头，什么来着？皇冠会掉。皇冠会掉，好吧。我的珍珠皇冠会掉。好，照个镜子，有没有镜子给我照一下？